男子挑衅黑熊，黑熊怒了，把男子拖进了窝。黑熊的杀伤力，个人都晓得吧？它背上隆起的肌肉使他们的前臂十分无力，因为爪尖不刻不及像猫科植物那样收回到爪鞘里。这些爪尖相对比较粗钝，尽管如此，他们前臂在挥击的时分，因为力气惊人，粗钝。 的爪子仍能形成极大破坏，但是泰国这位女子闲来无事，去喂熊食品。你说，你喂就喂吧，还调戏黑熊，把食品拴到绳索上逗熊，真觉得熊是狗呢？后果呢？这熊也脾气大火了。 这后果就严峻了。大黑熊间接把该女子扑倒了，不时撕咬四周。人们看到此状，壮无论是用棍子仍是水泼，都没法阻拦住熊。黑熊约莫撕咬了二十分钟，把该女子拖进了熊笼。最初担任豢养黑熊的人赶来辅佐，一群人才把该女子拖出笼子，经历医院挽救，该女子脱离了性命风险。 不外该女子关于自己的举动也是十分懊悔，这就是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的。最初劝诫个人，这熊不是狗，没事别撩拨。在大多数国度，黑熊被列为受维护的物种，比方在中国，该野生植物被列入二级维护植物；在印度，被野生植物维护法列入附表一；在韩国。 被指定为国度奇迹内的文明财富维护法，也作为一个濒危野生植物，在日本，这个物种被列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商业许可证的法令采纳维护。